哎，这里已经里面小运卡的大奖，米克文，好可爱啊！嗯。啊，这边有个称号。啊，我自己等一下再给你们那个。啊，我先给你看一下我的主界面好了。OK。好，最近可以参考一下，蛮多人的。最近，那我们这边遇到一个台湾的，我们刚才，赶紧放一些生物。啊，今天放先轮到灯笼鱼了。灯笼鱼需要一些水。可是我们需要同时跟他合照啊，他下面有这个哎，这样我们怎么放灯笼鱼啊？哎，可以哎，灯笼鱼掉下去，哎，他没有掉下去，我靠！哎呦，这边真很帅哎！灯笼鱼怎么不见了？再放两只，吼吼吼！真好帅哦！哎，又掉下去了！我不管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！我靠，好帅哦！你不觉得很帅吗？然后搭配这个这一个玩家做的那个背景，哼哼哼，哦哦哦，我觉得下面不小心淹水了，你这鱼也可以这样游下来耶，哇，欸，我们这集还蛮精彩的，它这个电灯还蛮漂亮的。